幸福啊。好，拍一个，哎呀，好棒，再来一个 ，OK， 赞，人比较黑。如果不上洗手间的就上车咯，如果需要上洗手间可以上啊。看得出来长相分得出来，我们原住民，因为我以前在修道院修过道哈，各个族群都有，所以我都可以认得。我第一次来看到这种不美的景观，因为稻子都割掉了，好可惜。好，你们可以过来，我在摄影。